他的起评分达到6.8分，而且他上面的用力动作水平十字做得非常的标准，一个是位置很平，另外时间充足。好，来看一下日本队的内村航平鞍马。单环全旋转体，刚才做了一个莫接里离，然后前移三位，后移三位。好，起倒立转体270度下，他还是比较好完成了自己的鞍马动作。我们看内村航平，他在这个动作的节奏方面不紧不慢，所以说他能比较好的掌握。